三个星期三的时候，当警方进行一个所谓的训练的时候呢，这个有关拆怎样去拆炸弹的时候呢，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当拆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呢，一炸弹被爆炸，而因此呢，一个人死亡，四个人受伤。目前政府警方正在进行调查中，调查到底是什么事情会发生，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呢，警方将会加强，那么将来怎样当他们进行这训练的时候呢，会改善，以免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所谓的援助金，我州霹雳州政府也已经通过马鞍山发出的一些援助金，而警方呢本身也有一些援助金，或者这方面呢，我们是尽快的发放这些援助金。